水土是送自来水的关键。古宋日本话就用水土水来形容强力的自来水。台湾钦州的水土水是1899年土江市的富民，也就是亚夏的新北市淡水区启用，也是台湾现代化自来水的开始。120年来，都亚夏行的给用。十岁爱念出水念头，接下来来看那台湾的天一滴水很用的来源，来看记者钟雄秀翻秀你的报道。这个是我们淡水的第一水源，那也是前台的第一个水源取水口。每打开就看到薄薄滚的水。自来水含着讲法，含着水土水，也同日本话意思是相同的。台湾钦州的水土水，对对800多年前对亚开始的。日本化用水土水来讲强烈自来水，都经合法没有用水土水来讲自来水讲法。一天然地下水是对太屯山下来的，年水制作在赤脚经验清水池，经过管线落到淡水地方。这边会有两个名称，其实这也印证了当时旧的护卫街，它的行政区，所以它接的是淡水水护卫水源。但是到后来，它在1917年的时候改制为淡水街的时候，这时候这个淡水水源重新在这个地方有第二个名称。在淡水地区，当时叫护卫来做自来水的工程，所以从1896年开始做调查。那到1899年完工，成立一个护卫水道，那取自涌泉，那这个就是台湾的第一个自来水系统，也算是台湾第一滴水。到淡水送准台的水源梯，做得清楚看到天命改变。120年来，梯滴水的水源还是没停过。到水源梯延期，还有造成用过取水设施，没见证的100年来有哪条改变？在正下方这里有铁网做拦污的部分，进去这才是真正民生用水的供水的水路，到后面的清水池。但是到这边转一个弯，从这边出去还有一个保留的水路。在当时来讲，他们除了说在这里规划民生用水，当时的这个规划人员还特别的去考量了在地农业的需求。造成台湾100民众单单是江水、河坝水、亚地下泉水形成的笔筒水。1895年甲午战争结束，台湾供养本日本，日本军区对基隆淡水也特别落到台湾，为了解决卫生水问题，1896年将英国卫生工厂学家把尼顿来台湾，实送下水土，到1899年完工，也是台湾现代化自来水土的第一节。把尼顿每半年讲起台湾自来水之父。第一个面临到用水的问题啊，发现这个卫生条件很差，当时有很多的那个传染病、流行病啊、霍乱啊、疟疾啊等等这些病，所以他们这个死于这个疾病的还比战死的还多。为了改善卫生条件，基隆市巴尼顿同几个学生的毕业米西龙先后到淡水、基隆调查水质条件，也为台湾垦台事项提一份清完整的水质报告。当时为了寻找这个水源，也做了所谓的近代科学式的水质化验，可以看到当时他所选的有基隆河，有包含了双龙瀑布，不只是用看的，而且引进了所谓的近代化的科学，来到了我们台湾，建立了新的一个自来水的供水系统。主头建设淡水自来水内通的时间，为了解决基隆食水问题，板尼顿和基隆暖暖梯起打造基隆水土和水源梯，到1898年开工，1902年正式送水，暖暖清水厂都也很多用。80年前，台湾头一座曼丽池贵州的暖暖清水厂，为台湾第八座文化体验。这是一个台湾第一座有这样净水处理的流程的净水厂，那弥足珍贵，1902年到现在将近快120年，那目前还是继续在提供这样的一个供水的服务。台南人海南埔烟顺台还保留80年前储水机房，地都由基隆市对德国同日本进口发电机组。当时做了一个集水井，在引进这里那再用这些后面我们这后面这个 pump 这个发动机那边抽水机，
再打到上方的净水厂，再做处理，哦，他们经过沉淀慢滤，哦，然后再净水处理这样子。1935年的时候，这个机组在这边出现，所以这边是属于动力的机组，那它属于柴油的动力。那之后透过这个传动轴带到这个变速箱马达，再到这个才是真正的抽水的所谓的抽水机的泵浦的本组是这一组。天然基隆气体用水需求增加，丘苗按照基隆水土断水池的蓄水水库，到1926年完工，也在台湾头一次专门提供民生用水水库。这一座水库从1926年完工，开始通水到现在，都还持续在提供这个供水的服务。所以这个是一个很重要的一个水利设施。主头文化体检暖暖清水厂顺头，由于台湾东西看到松山八公庙，同时服侍两尊八公，也日本数的开蓄水库时节，蓄海水塘民众尸体前存，要将八公晒下来，亲身控制地点有两八公，也要见证呢涉水淹出水年头历史高差。其实水库在施工的这个过程中啊，发生一些工程上不顺利了，那就会去求神问卜啊，为什么原因啊，就发现说，那因为做水库，很多当地的住民就迁移下来在这个地方，但是上面土地工没有跟着下来，所以就造成这工程不顺利，所以一问的结果说，那个土地工也希望下来。自来水系统19世纪米方刚出现，经过使用翻日本人来台湾建设，是知道台湾同日本水的初期以为自来水，有水而想到无水有几艰苦的，地上水之热，幸好地涉水而染出水源头。